春秋末期，周王室衰败，晋楚争霸，晋欲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遂发兵进入王都。声阴阴若雷，分明是杀伐之音。凤舞之曲的主旨是包容天下，万民和谐，怎么会出现杀伐之音呢？是我无法准确地领会师父的指教，一直在钟声中走出了杀伐之音。不，这不能怪你，看来还是我的德行浅薄，无法理解先人们的博大胸襟，难以再现凤舞之曲啊。欲飞而未飞之时，其音当在极轻与极重之间呢。凤舞的精髓之意就在于此啊。殿下，你带兵擅闯天子之宫，眼里还有礼法吗？礼法？礼法能让我成为太子吗？我大周王室以礼乐之道治天下，你抛弃了礼法，纵然得到太子之位，又岂能长久？哼，如今这天下早已是霸道横行，那还有什么礼乐之道？再者说来，住口！大周王室绝不会失去礼乐之道。真正的凤舞之曲出现在天子的大殿上了。
管你什么凤舞，什么礼乐之道，今天我就是要找到天子，让他立二王子为太子。赵仲简，你不过是晋侯家臣，竟来干预王室太子的废立，实乃不忠不仁之乱臣贼子。你这小小的门将竟敢打我大事。王子殿下，你还等什么？闪开！这正是凤舞之曲啊，自平王动迁，乐律失散以来，天子的大殿上已经有200年没响起我大周立国之曲了，这是我们乐官世世代代的耻辱啊！今天我可以告慰先辈们的在天之灵了。你当真不怕死？身为天子臣下，死得其所，有何惧哉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天下争霸，胜者为王，其他的全都是废物，早该毁了。住手！你这个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，你父亲啊！主公且慢，主公且慢，他就是主公一直想找到的曾国长公子。原来你就是被弟弟公子炳夺取君位的曾国长公子，这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！大将军，你这是……没什么。天子在哪里？父王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躲了起来。全给我毁了！给我毁了！毁了！不能毁了编钟啊！不能毁了编钟啊！师父，你不要再想着编钟了。父亲，天子的编钟不是普通的编钟啊，那是九州诸侯奉献的四方青铜啊。
是神州一统的象征啊。师父。父亲。方武是集百国之音为一曲，唯有天子才能用64件编钟，唯有64件编钟才可以完美的演奏风物之曲。师父，你放心，编钟一定会重新铸成，风物之曲也一定会再次回响在天子的大殿上。真有那么一天，为师死也瞑目了。父亲，你不会死的。师父，玉儿的将来，为师就托付给你了。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玉妹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玉儿，赵忠建已发现了你的身份，你快带着玉儿远走高飞。父亲，父亲。师父，父亲，有声音，过去看看。去。我扶你，见主公。免礼。谢主公。听说公子已逃出了王都。确有此事，晋国人正在四处捉拿公子已。他只有逃到楚国去才能活命。楚晋两国都有称霸天下、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。我曾国既与南方的楚国相邻，又与北方的晋国相近，他们都想得到曾国。难道晋楚都想扶持公子乙成为国君吗？这是灭亡曾国的最好办法了。西门武士，你愿意看到我们的曾国灭亡吗？西门武士，你是我曾国的第一勇士，只有你亲自去，寡人才放心。小臣明白主公的意思。曾国的生死存亡全在西门武士一念之间，只是近来太师西昌有很不寻常的举动，恐怕对主公不利。在这个时候，小臣怎能离开主公？相国今晚就会从边关回到都城，替寡人除掉西城。现在你不必为寡人担心。寡人代曾国百姓谢西门武士。主公，主公放心，小臣绝不会让敌国的阴谋得逞。
总是担心有人会追来。玉妹放心，这里是荒无人烟的云梦泽，一般人啊找不到这儿的。你说这一次公子已能逃掉吗？主公该歇息了。公子已逃不掉，这一次他必死无疑了。公子已不死，寡人就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如梦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公子已是长公子，寡人不能违背了礼法，以幼待长。主公，主公已经是国君了呀。那是因为奸人席昌不喜欢他，是那奸人立了寡人为国君。公子，嗯，这里就是你原来生活过的地方。是啊，想不到今天我又回来了，只是再也见不到山鬼妈妈了。山鬼妈妈，当年我父王听信了太师席昌的谗言，视我为不祥之人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将我丢弃在这荒野之地，使巫师山鬼救了，并且将我抚养成人。在我的心里，山鬼就是我的妈妈。山鬼妈妈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她早已去世了。公子，听说你就是在这里救下当今楚王的。是啊，我们俩就是在这里结识，并且以兄弟相称。张哥哥，你妈妈生了，是个小妹妹，取名云珠。怎么是个妹妹呢？妹妹好啊，我就喜欢有个妹妹。哼！公元前506年，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攻入楚国，楚昭王仓皇出逃，在云梦泽与宠姬越女母子失散。多年以后，楚昭王才得知越女的消息，遂派兵将其迎回。李哥哥，云珠妹，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玉佩，我把它送给李哥哥，希望李哥哥不要忘了云珠。云珠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带在身上。李哥哥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妹妹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不走，
我舍不得离开乙哥哥。云珠妹，你是楚国公主，必须回到楚国。妹妹，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回来。张兄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云珠妹，再也不许欺负她。你就放心吧。云珠，云珠是谁呀？没什么。昏君，是老夫一手将你扶上王位，你却要置老夫于死地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太师，你一定是听信了谁的谗言？老夫身为两朝太师，岂能让你这小儿玩弄于股掌之中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姬昌，为主公报仇。姬昌逃往晋国去了。西门阁呢？西门阁为什么不在主公的身边呢？西门阁他，快说啊！西门阁到底在哪儿？西门阁被主公派去刺杀公子乙了。公子，你根本就不该回来。不要伤害公子。玉妹，西门武士，我不为难你，你可以取我的命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要伤害我的玉妹，否则。公子，你也学会用刀了，可惜不是为了曾国，而是为了一个女人。我根本就不想成为曾国的国君，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因为楚国和晋国都会以维护
以法的名义逼着你回到曾国，成为傀儡之君。你如果活在世上，曾国必亡。住手！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当国君，你们可以推选别的公子。你是我曾国的长公子，只有继承王位才能名正言顺的。相国大人，您不要再逼我了。是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推选别的公子继位，但公子，难道你能够忍心看着王都的悲惨之事再次发生在我父母之邦吗？如果不能迅速继位的话，各位宗室公子就会为一己之私互相残杀呀。相国大人，云梦观告急，楚国大军兵临关下，正在准备攻城。楚军来得如此之快，一定是楚王亲自领兵杀来了。公子何以知道？楚王一向胸怀天下，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吞灭邻国、扩充楚国的大好时机。曾国军队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，从来不畏任何强敌。更何况，晋国他最不想看到楚国独吞曾国。公子，何不派人前去晋国，与晋国结盟，利用晋国的军队？住口！晋国人在王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，我绝不会去求他们。公子，可是我会立刻去见楚王。不能去啊，那太危险了。相国大人，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？此刻的曾国太过弱小，不会受到任何强国的尊重，但我是个例外。我与楚王是兄弟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全知道。此时此刻，只有我亲自前去，才有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。救不知公子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啊？小臣悔不该离开主公，以致主公遭奸贼暗害，使国家陷于危险之中。西门武士，你不要自责了。是我低估了西昌啊。大人，果真要立公子以为国君吗？正是。现在我曾国正处在危机关头，只有公子以承袭国君之位以后，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啊。可是公子以这个人，他心慈手软，有着妇人之仁，他绝对不会是一位明君呢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明君呢？公子以他深知礼仪之道，只要我们做臣下的诚心辅助，他一定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。但愿如此吧。你也是受了奸臣的陷害，来，拿上这把剑，砍了这些奸臣。不，我绝不杀人。张哥，你可知小弟今日为何而来？为曾国而来。义弟，余兄告诉你，曾国必须灭亡。
野弟，我记得你在周王室做过乐官，可知此为何物啊？此舞杂有楚地风俗，舞曲亦有楚地之音，但仍然不脱其原形，实为王室的大舞之曲。请问张兄，何为大舞？大舞者，武力至大也，就是用武力平定四方，征服万邦，号令天下。张兄此言差矣。当初武王靠仁义得天下，至此大武之曲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大武者乃仁义之道也。哼，仁义之道，那只不过是周王室子孙用来自欺欺人的迂腐之道。当今天下虎狼当道，唯有强大的武力才能成为永远不败的胜者。曾国虽然弱小，但是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，一定会拼死决战。哼，拼死决战也不能挽救曾国灭国的命运。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。楚国经过一场血战以后，还能抵挡来自晋国的猛烈攻击吗？好，一弟能有如此的见识，足可以当曾国的国君了。看来愚兄也只有撤兵了。可回到楚国之后，我如何向国人交代啊？张哥，想从曾国得到什么，就请直言吧。并不多，就三样。哪三样？第一，以帝成为国君；第二，曾国与楚国结下盟好之约，接受楚国的保护。那第三呢？迎娶云珠。公主驾到！乙哥哥，乙哥哥，王兄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乙哥哥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啊？他走了。我还没见到他，王兄怎么就让他走了呢？如果他不走，怎么给你们操办婚礼呀？婚礼？王兄，你……乙弟即将成为曾国的国君，你也将成为曾国的夫人。乙哥哥要当曾国的国君？是啊。小妹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但千万要记住，你是楚国的公主，以后所思所虑都要为我们楚国着想。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玉儿为了编钟留在了曾国的内宫中，
我一定要让凤舞之躯再现人间，完成父亲的心愿。来人呢？奴婢在。主公去了哪里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夫人该问，奴婢不敢回答。为什么？宫中有规矩，宫女和太监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主公的行踪。我是曾国夫人，难道对我也不能，是吗？快说，主公去了哪里？是夫人，主公去了内宫月苑。今天是我们俩人的新婚之夜，他去那里干什么？玉梅，我对不起你。主公，你没有对不起谁。我留在宫中就是为了让父亲放心。不，这不是师父想看到的情形。主公，我父亲的最大心愿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。礼器是大周王朝的立国之本，是天下百姓对和谐共处、治歌修德的殷切期盼呐、啊！玉梅，你放心吧，曾国本是姬姓宗室诸侯，当此乱世，理应弘扬大周的礼乐之道。我将倾曾国之力重铸64件编钟，然后亲自送往王都献给天子，并且在天子的正殿上演奏凤舞之乐。曾侯仲志。曾侯仲是谁？他是我的祖先。没想到这些编钟已经有300多年了，只是那时候的铸钟工艺还不太好，钟音也略显粗糙，无法完成凤舞之曲的演奏。那主公铸成编钟之后也会在上面铭文吧？当然会，将来送到王都的每一件编钟上都会留下我的名字。曾侯乙。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再回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出去走了走。乙哥哥，你还记得在银杏树下说过的那些话吗？云珠妹妹，
女山神作证，今生今世我的心中只有你，永远只有你。自从我们分开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自从那次分别后，会让我们离别的这么久。云珠妹妹，我们为什么要长大？你为什么是楚国公主？我为什么又会成为曾国国君？跪拜！众爱卿平身。主公，微臣有话要讲。爱卿请讲。天子派来了使者。寡人刚刚登位，天子就派来了使者，快拜迎天子使者。来人，把他推出去斩了。你们都聋了吗？快把这个无耻的小人推出去斩了！是。放开我！本大夫乃是天子使者，你们这样做就是对天子之不敬。你不过就是赵忠简喂养的一条走狗，竟然敢冒充天子使者！寡人今日若不杀你，才是对天子最大的不敬。天子当着百官之面，派我前来递送诏书。所有这一切都已由王室史官记下。什么？当传至千秋万代，曾侯身为国君，竟如此之无礼，难道想让曾国成为千古笑柄吗？如此荒唐之事竟被史官记下。主公，赵仲简已经完全控制了王室，他自然可以让他自家的家臣成为天子的使者呀。仲简如此羞辱王室，还有天理吗？没有我晋国大将军，王室早就完了。住口！寡人今日就让你这走狗知道什么叫做完了。把他推出去，你车裂大刑伺候。是。你真敢杀我！主公息怒，主公息怒啊！赵仲简是想激怒主公，他是想让主公担当杀害天子使者的恶名啊！哼！都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竟敢对我无礼！我们虽然和楚国结盟，但毕竟还是宗室诸侯啊，万万不可以做出有失礼法的事情啊！哼！无论如何，寡人也不能承认这样的狗奴才是天子使者。主公可以让微臣主持仪式来接受天子的诏书啊。相国大人请。叩见主公。爱卿免礼，坐。谢主公。那个无耻的小人还在吗？早已吓得抱头鼠窜了。便宜了这狗奴才。不知天子会说些什么呢？按照惯例，应该是一些赞美之语吧。姬已不守礼法，为争夺侯位残杀兄弟，且与望子称王之蛮夷楚国结盟，实属罪大恶极，当革除宗室诸侯之位，永不许朝见天子。
主公。啊！主公息怒！主公，这个世上还有天子吗？还有人与之道吗？主公，奴婢拜见主公。下去吧。唐玉，主公。是个国君吗？主公，大家都知道那诏书根本就不是天子的本意，一定是晋国人逼着天子下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再也不能去王都了，就算我铸成新的编钟，那也是毫无意义。晋国人不可能永远控制王都，主公可以等，等到天子收回诏书的那一天。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主公，你可千万不能灰心呐。我不是灰心，我是心已经死了，死了。该上朝了。寡人不上朝，寡人要喝酒。你哥哥，你该上朝了。酒，快去拿酒来。主公，文武百官都在等您上朝啊。去，快去拿酒。主公有旨。主公口谕，今日不朝。公公，公公请吧。烦您通报一声，季寒有重要的事情求见主公。是，相国大人。相国大人。相国大人，主公说相国大人不必入宫，朝中之事任由相国大人决断。哥哥，今天喝了这一壶，可不准再喝了。玉妹，这酒很好，来，陪寡人喝一杯。玉哥哥，你喝醉了。不，我没醉。我是曾国国君，
我要赏酒给月官喝。来，玉梅。奴婢谢过主公。奴婢愿为主公先行弹奏一曲。好。月官，你们都退下。不，我要听他弹一曲。你们都退下。夫人，主公更喜欢听夫人吹的埙声啊。因为那是山鬼妈妈教给我的乐曲，李哥哥他是不会忘记山鬼妈妈的。停下。玉梅竟然在内宫弹奏浮水之曲。公子，你现在这么自甘堕落，一定会成为殷纣那样人人唾弃的亡国之君。玉梅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真的做不了一个好国君。你只有成为一个好国君，才能重铸边中，才能再现凤舞之曲啊。如梦，月官弹的是什么曲子呀？主公听了为什么会答应去上朝了？奴婢略懂乐律，刚才他弹奏的好像是浮水之曲吧。什么浮水之曲？听说是殷纣喜欢的乐曲，乃是亡国之音，怎么敢在主公面前弹奏此曲呢？啊，此曲能够迷人心智，也许只是为了讨好主公吧。不行，我要问问他。唐玉，你怎么敢在主公面前弹奏亡国之音呢？奴婢身为乐官，以乐劝政，职责所在，不知身犯何罪。你还敢狡辩？奴婢只是想提醒主公不要过于沉溺酒色。放肆！你这么说分明是在指责我。奴婢不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留在宫中就是想让主公不要忘了你这个小师妹。不是的，奴婢留在宫中就是为了帮主公再现凤舞之曲。住口！你知道主公喜欢乐曲，就找出这样的借口。告诉你，主公每天忙于国事，哪有时间再现什么凤舞之曲。不，公子已答应过我和我父亲。大胆，你竟敢直呼主公的名讳，你是不是还想迷惑主公？奴婢不敢。主公驾到。云中，出什么事了？主公，奴婢有罪。玉梅，到底怎么了？他竟然在你面前弹奏浮水之曲，分明是想迷惑你。这样的女人理应处斩。什么？你要杀了他？他竟敢对主公不敬，
这样的女人不应该处斩吗？有我在，谁也不许伤害她。主公，您别说了。我就是要说，我完成不了师父的心愿，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。愚昧，快，快点起来。主公，易哥哥，易哥哥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走。易哥哥，我不想伤害你的。走啊！主公，主公，想不到你如此绝情。母后，你可想死母后了？女儿也日夜思念母后。云珠，你还好吗？哦，咱们坐下说。嗯。主公，怎么能赶走夫人呢？你是在责怪寡人吗？啊，微臣不敢，只是主公今日所为，恰好给楚王一个发兵攻打曾国的借口啊。如果楚王真攻打曾国，寡人将亲率兵马与之决一死战。现在两军对比悬殊，如果正面决战，我国必亡啊。可事已至此，寡人还能怎样？与晋国结盟。哎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赵仲简干出了毁灭礼乐、挟持天子的强盗之事。寡人宁愿曾国灭亡，也绝不会向晋国低头。只认国家之争并没什么道德可言，有的只是利益交换，为的是曾国的生存。主公屈服晋国并非屈辱之事，乃是大智大勇的表现啊。你主公三思啊。云珠啊，义儿现在是一国之君，放眼列国，哪个国君背后不是嫔妃如云呢？可义儿却一直爱着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母后，义哥哥向我发过誓，说他今生今世只爱我一人，可现如今我又怎么能容忍他心中有别的女人呢？你就是因为这个私自回国的？是义哥哥赶我走的。哎，云珠，你太任性了。可事情到了如此地步，母后总不会让我留在那里受屈辱吧？那你也不能私自回国呀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曾国的命运。曾侯无故赶走楚国公主，就等于羞辱了楚国，只怕你的王兄会立刻发兵攻打曾国。啊，王兄真要攻打曾国？不会吧。王兄，王兄，你真的要出兵攻打曾国吗？曾侯已羞辱了我楚国的公主，寡人自然不能轻饶。这是我和尹哥哥之间的事，王兄你不许插手。哼，寡人身为楚王，岂能坐视不管？尹哥哥是你的兄弟，你怎么可以攻打自己兄弟的国家呢？熊章和姬乙可以是兄弟，但楚王和曾侯永远成不了兄弟。如果王兄一定要攻打曾国，我会站在曾国的城门前，告诉楚国的士兵，要想侵入曾国，从我的尸身上踏过去好了。
主公，微臣接到密报，楚王已亲率大兵向我云梦关而来。云梦关？云梦关离隋城甚远，却和我们的东邻鄂国很近，楚王由此攻我曾国好像不合兵法。不论楚王有何打算，我们都必须坚守边关，等待晋国的援兵啊。晋国真的会发兵吗？只要我们能够坚守十天，晋国的援兵必至啊。好吧，明日寡人就带兵前往云梦关。我灭了鄂国，已退出云梦关外50里。什么？楚王灭了鄂国？啊，那晋军呢？晋军听到消息以后，也已全军撤回。主公，看来楚王这次发兵，明伐我曾国，实吞鄂国。其实曾楚两国早已边界相连，楚国为什么不直接攻打曾国呢？啊，楚王也许为他长久的日后着想吧。主公，我们千万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，曾楚和好，请主公亲赴楚营拜见楚王，当面致歉，表达接回夫人的诚意呀。云珠就在前面的山鬼洞里等着你，你随时都可以迎接他回去。如果可以回到从前，我绝不会离开云梦泽，成为现在的曾侯。如今这世上就有如这溪水，一直向前，永远都不回头。所以楚国的扩张就像这流水一样，永无休止之时。义弟，你知道吗？几百年这世上一直就打打杀杀，如果有朝一日楚国平定众侯，那我天下一家百姓也不再遭受战乱之苦，岂不乐哉？可是天下太大，张哥的雄心只能一代代传下去。那要传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楚国出现周文王的时候。难道愚兄不比周文王吗？不比。为什么不比？因为周文王有凤舞之曲，你没有。但我有你。有我？跟我来。曾毅，原来在你的地图上，所有的曾侯国只不过是小小的城邑。这天下何为一家，不好吗？是啊，天下本为一家，它曾经被称为夏商周，如今被你称为楚，又有何不可能？义弟，你明白就好，帮助愚兄实现天下一家。哦，我怎么帮你？你为我献上凤舞之曲，让天下百姓都对我楚国心存敬意。我说过，凤舞之曲只属于周王室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小妹还在山洞等你，你去找她吧。
还记得吗？当年那逢十五的月圆之夜，山鬼妈妈就会在我们这儿唱歌跳舞，期盼国家强盛，万民平安。可是再也见不到山鬼妈妈了。今日正是十五，那是山民们祭祀山鬼妈妈。不知这祭祀山鬼的山神之曲还能流传多少年？只要山民在，这山神曲就会代代传下去，传下去，传下去。主公，真的可以重铸编钟了吗？是啊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这凤舞之曲并不仅仅属于周王室，也不仅仅属于天子。不属于？对呀，玉妹，你想啊，难道在文王武王之前的人们就不希望止戈修德，和谐共处吗？是啊，凤舞之曲就是从那时候之前流传下来的呀。所以在这个世上，不论是你是我，或者是周天子，或者是楚王，我们都不过是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呀。主公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因为周王室的衰落就认为凤舞之曲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。是的，以前我一直以为凤舞之曲是因周王室而存在，它的意义就仅在于复兴周王室，重现礼乐盛世。所以当周天子革除了你宗室诸侯的名分之后，你就认为失去了一切？那是因为以前我对凤舞之曲的痴迷，对赵忠简的痛恨，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宗室子弟的感情。但是当我为了得到宗室子弟的荣耀而弘扬凤舞之曲时，其实已经远离了此曲的本意。
我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，即使周王室不在了，天下的百姓也会向往止戈修德、和谐共处的太平盛世。父亲若是听到了主公的这番话，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。回主公，大臣们这是在死谏呢。死谏。绝不会接受众臣们的劝谏，大人们请回吧。太仆大人死了，却一样不能阻止主公铸造编钟。主公只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。曾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想法，而是一个能让所有的国人举起利剑的英明国君。主公的志向过于高远，我还会继续劝诫他的。你不用过于担心了。相国大人，您的进谏主公他会听吗？主公现在的心思全部在编钟上，而且他还把王都的所有驻中匠人都请来了，这样一来必然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金钱和铜料，使曾国的武备大受影响。我只希望我们的主公能够明白，他是一国之君，而不是从前的乐官了。相国大人，相国大人，你可要多保重啊。对于眼前的曾国来说，要是没有了相国大人，这一切可就全完了。我只希望主公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呢。小臣定会让主公改变的。西门武士，你可不能给我做出什么糊涂的事来啊。嗯，相国请放心，小臣自有分寸。大人有急事求见主公。
主公，晋国并不想看到曾国和楚国和好，所以他在边境调兵遣将，微臣想前去边境巡查，以防敌国入侵。寡人毫无策略，若在军事上胡乱关心，只会给相国大人添乱。你去办就行了。微臣遵旨。寡人想问相国大人一个问题。主公请讲。想必相国大人对武音也略知一二吧。略知一二。世上一切声音都在五音之中，五音各有名称，宫商角徵羽。可这世间有何止五音呢？是是是，在音律之事上，微臣万万不及主公啊。不不不，相国大人满腹谋略，精通治国之道，你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有益之事。寡人虽能辨五音，精通乐律，但这一切在众臣眼里却都是无益之事。可主公是国君，不是乐官呢。寡人知道谋略是有益之事，但这世上如果只有谋略，会不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？没有谋略何以治国呀？治国？治国为了什么？为了平天下。平天下能仅仅依靠谋略吗？人们常说礼乐二字，礼乃定上下尊卑，让所有人都按照规矩行事；乐为和谐万物，让人互相敬重，互相爱惜。但如今人们说起礼乐来，却忘了乐字，只剩下一个礼字。没有了乐的礼，只剩下争斗和谋略。如果只有礼没有乐来和谐人心，谁也不会长久。曾国会灭亡，楚国同样会灭亡，什么齐秦晋越通通会灭亡。主公所言乃当今天下之大病啊。眼前我们曾国就面临着灭亡啊。可为了眼前，人们只得把乐忘掉，但寡人不愿意忘掉。寡人想让后人知道，对于乐的渴望，对于和谐万物的梦想，不论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于人们的心中。就像这滔滔不绝的河水一代代流传下去。微臣惭愧，直至今日微臣才真正知道了主公的良苦用心呐。相国大人，寡人更是惭愧，没有办法为您分担重任。有劳相国大人了。主公，微臣在临行前提醒主公，在这危急的关头，您千万要格外的小心呐。寡人知道。相国大人，你就放心的到边关去吧。
主公，这套编钟居然奏出了七音。是啊，变宫变质，这就是在五音之外新增的两音。这两音与原来的宫质二音相邻。世间的乐曲多以五音为主，但凤舞之曲却是七音俱全。如果不是这套编钟，我们根本无法完整地演奏出凤舞之曲。父亲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深感欣慰。能实现师父的心愿，我已经死而无憾。昏君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寡人有礼物送给尊国。尊国夫人，谢楚国大王。小妹，云梦泽畔重现山鬼之影，山鬼之曲和凤舞之曲交错回响。公元1978年的夏天，曾侯乙编钟在中国湖北随州出土。宏大的编钟让世界震惊，它比欧洲12平均律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。它的出土
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、文化史，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第八大奇迹，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。